Alan，其实我是住在雪兰莪州嘉颖区哈。那么因为嫁过来了槟城，我在槟城过后就认识了很多这边很棒的领袖，因为做了很多活动，在 YMCA 啊，在北海的活动里面，我们大家都有见面做活血的检测，所以大家应该在槟城这一带对我不陌生。但是有很多因为这个网际网络的好处，可能这边也有东马的朋友，对吗？如果有东马的朋友，打个一给我一下，看一看东马的朋友，因为我还有真真实实的在东马讲过 M 的一次哈，所以今天就是处女秀哦，就可以讲到去东马了，甚至如果这边有外国的也可以同时听到，OK，所以我先 share 我的 screen 先哈，给我按一按，因为 OK，share screen。看到吗？好，看到了哈。然后我就放。如果看到的，大家写一个一了哈。啊，有什么不明？如果线路有什么中断，你们也可以提醒我。好，平时因为都跟有人互动哦，现在对着电脑讲哦，我不懂大家听了多少，但至少我讲了。前面呢，我相信讲 M 的意思是什么？M 是什么一个东西呢？大家应该很熟悉，这边大家都有听过的。从来没有听到的，没有听过 M 镭射的，第一次来听的，你不妨打个一给我，让我知道。啊，有人给我知道哈，在Calypso 大表哥看一看呐、啊。如果有人问问题，你帮我提醒啊。那么今天我就不多问了哈，因为有一些已经听过或者没有，但是还是很重要的。今天代表公司。也是一个很郑重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到底 M 类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尤其在这个疫情之下啊，我们已经通过这个疫情关在家里面，大概有接近2年嘛，哦，10多个月了哈，所以大家都好像很彷徨无助，到底我用这个 M 类到底能不能预防，到底会不会让我更强壮起来？其实当我们了解过它的运作原理呢？你是可以是会感觉到非常安心，而且非常有信心的。诶，我用着这个医疗器材呢，是可以帮助大家的。因为在以前呢，在槟城这一带，我们做很多活血的时候，它30分钟就可以让你感受到你的血液有变化了。所以这个医疗器材，只要你每天在用，它肯定对你身体的健康有帮助的。我相信在座大家有很多 Diamond，有时候领袖。大家都知道，都很认同这一个，但是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更容易的让新朋友一听进来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 M 镭射或者是这一个这么棒的这个医疗器材带回家。所以每一次呢，我都强调的，因为在介绍我之前，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自然疗法的营养师，它跟西医的营养师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啊，我们吃西医的这部分的营养呢，通常会告诉你吃蛋白质啊，吃什么饮食的方面。那么自然疗法的营养师呢，他会比较着重在你的生活习惯、你的日常生活、你的这个饮食习惯，包括你吃的营养跟西医所讲的营养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啊，打个比喻哈，这边没有说对和错啊，就是说牛奶这一部分，牛奶呢，在西医角度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棒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自然疗法呢，我们是要适量，而且要喝对的方式的，啊，因为它是有营养，但是有时候如果你喝的不对，比如说外面的很多都是一些添加的一些奶精啊，或是什么，这些都不是那么理想，甚至我们的饮食、我们的食物里面都添加很多的这个化学物质，有时候我们所吃的食物，反而你不是吃到营养的，而吃到一大堆的一些。要让你身体做很多工作的一个食物来的，包括一些添加物这些。那么今天我就不要离题，因为今天要讲 M 镭射，我一定要把这个话题、这个主题讲完了。后面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不明白，或者是有什么一些关于这些资讯想更了解的，都可以发问。我这边是让大家免费发问的，没有收费。OK，然后我们看一看什么是 M 镭射，它是一个医疗器材。那么它是结合了这个中西，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以这一个呢，它是包括了日本的磁疗法，
哦，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 B 激光它是属于一个西方的一个医疗器材，那么在中国有几五千年历史的这个针灸经络疗法呢，也在这个小小的医疗器材里面。那么在最新的我们这个 IM 镭射里面呢，我们也结合了这个 magnetic therapy，就是磁疗法。所以你看，这个三大科技哦，或者是三大的医学呢，它就结合在这一个小小的一个手表里面。你每天应用呢，它是可以帮助你达到这个内外调理的这个效果。OK，所以你看哦，它是从几个关系，包括细胞免疫学、光子量子细胞能量学、中医针灸医学，还有现代的这个镭射科技哦，就是把这个三合一结合。所以你今天买回去，它包括你看我们上面那个呆的叫做把你的细胞充电。你每一天，我们都会想，喂，我们电话到底有没有充电哦？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哈，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帮我们抵抗病毒、帮我们这个运作的这个身体里面，到底它充满能量，它有充电足够吗？这个就是我们要谈的这个部分。下一个，OK，so 它刚才我提到了，它是一个医疗器材，对不对？所以医疗器材必定要有它的规格。而且它的认证，所以今天你在 Ventures 买这一个医疗器材呢，你是非常放心的，因为它已经拿到 FD 这些 IFDA 包括这个 IEC 的这个认证呢，它是属于 3B medical device 的，所以今天你可以很用心、很放心的把这个 IM 镭射呢介绍给你身边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你看它已经经过很多的研究报告。它很多的认证证实它的有效力，所以你不需要对它有任何怀疑。在你身上还没有发挥效果，只是你还没有用到最 optimum 最有效果的一个方式进行罢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要公司为了让你们或者让大家更安心、更放心的去使用呢，这些所需要的一些认证呢，包括 ISO 13485啊。包括这一个美国的认证，这些都全部都拿到了啊。所以你可以看我们从它的原理，那么今天到底它怎么样的一个运作？为什么它会帮我们身体达到健康？它为什么对细胞哦有影响？因为我们谈到光疗法呢，其实在自然疗法里面，在以前我接触，我在接近20年的这个学习过当中哦。像我们以前老师李老师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过程里面发现到，其实，在自然疗法讲究的就是太阳哦，太阳跟月亮和这个大自然嘛。其实我们人类哈是跟着太阳的运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是日夜颠倒，甚至有时候日夜不分，哈，变成我们身体的这个运作其实已经受干扰了。再包括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压力这些，它有一渐渐的影响。所以我们要 back to 的这个原始，或者是最最原始的方法呢，我们去探讨身体需要的东西，我们要给它，那么你的身体的运作跟反应就会达到更好的效果了。就好像讲的，阳光里面都含有光子，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它是存在的。就好像我们家里面的电器里面，它有电联的传达。我们开灯，哎，一开灯就亮了。虽然你不会说我不相信有电的存在，你就试试一下，把你手指放进那个洞里面试看就知道了。当然，我们不会建议大家去做这个事情了。但是这个告诉大家，你没看到，但是它的确存在。那么阳光里面呢，就是有这个光子。那光子呢，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物的一种能量的传递。所以它这种能量呢，对身体的酵素。包括对植物有光合作用，对不对？但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这种 enzyme 啊，这种酵素，细胞制造能量也是有很大的作用跟影响的。所以今天很感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相信今天哦，尤其是女性哦，你今天叫她去晒太阳，她会怕黑斑或者是紫外线太高伤害你的皮肤。我相信要去晒太阳的时间哦，甚至睡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在热中，就是11点，它已经很热了。啊，所以太阳摄取的这个机会哈，或者是那个我们现代的人呢，是比以前人少很多的。所以很多人有些人会问我，哎，以前的人都不需要这些医疗器材，为什么现在人又这么多医疗器材，但是还是生病？
这个就会看回去现代我们的生活习惯，的确跟以前100年前的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哦，以前100年前，大家可以在这边思考一个问题：100年前呢，今天一个人要去，比如说从这里要去到市区里面买东西，可能100年前的人要需要走3天的路才到，我们今天3分钟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了。所以今天的生活习惯跟以前是不一样，所以以前的人的身体的运作能量这些都比现在的强烈。但是今天我们人应该会更健康的，但是我们加了很多的这一种不必要的负担给身体，让它没有办法更好的运作。刚才我提到的阳光这部分，就可以明显知道，现在我们晒太阳的时间，或者是得到光的能量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IM 镭射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身体是离不开光的，哦，在后面我会给大家知道，所以光是属于一种叫做生意光波。那么我们的 IM 镭射它也属于650 nanometer，所以这个红色带一点红光、橙光的这个光波呢，它对我们的细胞是非常帮助的。所以你的细胞要的东西，你给它，它就给你做工做好了。如果就好像今天你要求的东西，老板没有给你工钱了。你肯定做不好的，对不对？你一定会很多埋怨，你的细胞也一样，他要的东西你不给他，他也做不好他的工作，做不好他的功能，所以你就一大堆毛病了。你并不要说，哎，为什么我打了疫苗，别人有抵抗力，我的抵抗力很差？这个就是你的身体运作，你没有达到给他一个很好、很足够的他的需求。那么你看到，当我谈到这个光子过后。那么另外一个要提的就是这个中医的针灸学法，在中医来说呢，通则不痛，不痛则痛的，不通则痛，就是说你的血液循环不通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毛病会出现，甚至你会这边痛那边腰酸背痛了。所以你只要戴 IM 镭射呢，尤其我们这个光这个 IM 镭射的设计，它会刺激我们的内关穴道。也会经过我们的血液呢，去到打通我们361个的穴位，OK。那么这个就好像你去中医做针灸一样，它给那个穴位呢一些能量震动，来达到这个共振或者提升那个经络的效果。所以今天你看，以前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我们用活血分析，在30分钟里面，你的血液就打开了。所以，如果你想象你接下来 IM 镭射这个光子呢，它会透过你的血液去到你的全身361个穴位，就好像你今天把每一个身体的开关呢都开了 power，就好像我们讲的，我给你 power 每一个地方的，你的身体的运作就强了。所以你这个时候出去，可能你的免疫力就比那些人强了，你就可以很打了疫苗过后就很有这个抵抗力，你就不用这么害怕担心。接触人的时候有一种恐惧感，我相信现在大家困了这么久哦，现在如果叫你去一个会议啊，去见很多人，我相信大家都有点害怕。所以如果今天你把你身体搞好，因为我们接下来也不可能永远困在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身体搞好。所以这个原理，IM 镭射你用了过后呢，它把你的血液打通，把你的血脉打通，你就会强壮起来，你的免疫力就会达到效果了。那么我们再看食疗法，其实市面上我不懂大家，因为我接触自然疗法，我们知道在10多年前呢，在日本就引进了一些免疫食疗法的椅子啊，或者是一些仪器，告诉大家不便宜哈、哦。我知道的一个床也好，也是多20千了啊。所以食疗法它是跟地球的原理有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整个地球哈、哦，它是一个有分南极跟北极嘛，它也是一个大磁场，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天呢，身体也是一个小磁场。所以，如果我们的磁场，因为我们每天都用很多的电器，包括电脑啊，包括我们这个手机啊，甚至我们现在在家里面有在厨房的，有微波炉或者是一些电器，甚至包括一些电视机，我们每一天都接触很多这种电子的时代的时候，它就会混乱、扰乱我们的这一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磁场。那么磁场乱了过后，它会出现什么？就好像我们今天你的车有一些 bad，你 lose bad，一些 bearing 性不好了，你驾车的时候，你的驾驶盘你就会出现左右摇摆，对不对？身体也一样的，你的身体的磁场不够平衡的时候，你就会失调。
失调的时候，比如说你的五脏六腑，它的能量的供给，它的产生能量的效果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你今天你只是戴 IM 镭射一个 watch 一个手表呢，你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包括我们把一个放在鼻子的这个 NASA 这个鼻腔的哦，鼻腔也会包括帮助你的整个头部的这个循环。所以你单单只是用这样子的模式呢，它就可以打通这个三大疗法的效果了。所以结合这三大疗法，你的身体就可以拿到这一部分这个能量，就会产到它的效果。所以全部加起来，一加一加一哈，不是等于三哦，是等于很多无限的，因为很多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体，只要你保持你身体的一个这个我们讲平衡度，甚至我们所讲的自然疗法谈论的就是平衡嘛，身体会出现问题就是失去平衡的。所以如果我们每一天可以 recharge rebalance 我们的身体呢，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包括血液循环都会得到改善的。哦，所以你看，科学研究证明哦，磁疗法对促进血液，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还是强调，以前我们做活血的时候，30分钟立刻看到效果，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效果给大家看到，它在你的身体呢一定会产生效果的。那么只要我们再给它再了解细胞还有需要什么，再给它其他的一些因素，那么你就会可以达到事半功倍了。OK，就像我们解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IM 镭射，为什么有一些人用了效果很好，有一些人用了效果会比较慢，甚至有些人还没有感觉到什么效果？它取决于你的身体的，因为每一个人身体都是一个很机密的一个组织哦，就好像我大表哥跟我们不可能的 DNA 是一样的，我们都有不同的 DNA，只有他的孩子跟他有相似的 DNA，但是也是90多%，也没有办法100%复制一个人出来。甚至我们的双胞胎也是不同 DNA 的，有些，对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nitrile oxide 对我们血管，它是一个我们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如果你的血管干净，血液循环也好，就是我刚才我们讲的中医打开的那个经络呢，你就可以慢慢打通了。血液气血循环好了，血管氧气足够了，它的血液循环打通了，你的细胞能量就提升了。所以，阳光、氧气、水、营养都被我们转换成能量。那么，当我们细胞拿到能量，因为我们细胞是避免不到它一定会有死亡。还有再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细胞死亡的，对不对？有些人讲我要长生不老，这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能会让我们长生慢老，啊，或者是慢一点老，我们的老化的时间说就是慢一点，我们就比较长命了，我就比较有活力了。如果你今天的寿命，比如说是我们讲的，你很快就用完了，你就很快你的能量用完了，你寿命就越来越短了。所以，我们能量有的够的话，寿命就越来越长。就好像我每次讲课的时候，人可以活到125岁，为什么有些人活到50岁？包括一些我们讲外来因素了哈，包括一些意外我不讲。但是如果你身体的运作，它的细胞它可以，比如说红血球120天，每个人大多数一样的，但是有一些人身体的红血球可能90天它就代谢掉了，所以他永远赶不及做更多的红血球给他，他会出现什么贫血了。所以有时候你的这一个打乱了那个代谢的机制时间的时候，这个就关系到你细胞能量部分。
所以你只要带 IM 铃声呢，它就是会帮你确保这个运作正常。所以每个人用的反应都不一样，有些人用了过后血循环好，有些人用了过后改善头痛。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你身体的运作达到的效果是看用了拿到光子过后你身体的反应的运作来的。OK，所以我们再看回来这一边，所以你看到细胞能量的产生，激活细胞功能。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细胞如果强壮起来，它就不那么容易受自由基破坏。OK，我们免疫细胞强壮起来，就不会就那么容易受病毒伤害。尤其现在新冠病毒，大家都很害怕，因为很怕出去那个病毒会进来，我们就被打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身体，就是让我们这个免疫细胞就好像我们的兵一样哦。今天你的兵全部都是新兵，或者是没有力的，或者是他的枪法不准的。吸那个毒病毒来，他都没办法射死他，所以你一定要训练好你的身体的每个都是 commando 来的哦，每个都是用这 sniper 很强的，病毒一来你就炸他，你就可以把它全灭掉。这个就是要看你怎样训练你的身体的细胞了。所以每一个人不可以偷懒，这个时候呢，应该要改善你的除了 M 是帮助你的血液循环、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习惯，都要透过自己的这一个时间里面。达到改善，你才会达到完整的一个提升的你的免疫力。好，讲到这边，大家应该还可以做到的哦。如果谈得太快，不明白的，你们可以打一点问题来问哈。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哈。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你要改善你的身体，要让你的细胞强壮起来，你必须做好它，给它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给它一个血液循环好的一个身体，给它足够的营养，给它足够的氧气。给他足够的水分，所以你当用我们这个医疗器材的时候，你就会事半功倍，你就会更快的改善。比如说今天你的细胞已经是生病了，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你要用 IMS 或者是尽快跟你改善，它要的时间是更多、更加倍的。所以我每次劝奉大家，IMS 要在你健康的时候就要用的。啊，这边有女性很多，对不对？我相信你不会等你老了才来擦那个脸霜，对不对？你是要当你的脸还没有变老之前，快点保养它，对不对？身体也一样，当你每次我常讲的，预防胜于治疗，你身体还没有生病的时候，用 IMS 是最佳的时间。但是很可惜，当身体没有毛病的时候，往往我们都不会去注重健康。但是这个疫情哦，真真实实的教育我们，今天全部是万能的。一切你的一些文凭呢，你的一些资历都不是万能的，最重要还是你身体的健康。健康没有了，所有都等于零啊！所以今天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要告诉你身边的朋友，不要等你要有病了才用，因为你等有病还用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哎，我已经中风了，我用 L 是要尽快好吗？坦白说，他要的时间修复要看你的身体的。我们讲的缘分、机缘的，看你的细胞能不能尽快拿到光子产生，把它修复过来。所以你当你还没有这种毛病之前，你先让你的细胞强壮起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希望，因为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IMS 的好处，我希望今天有带一个很重要的 message 给大家，不要等到 emergency 的时候你才来用哦。所以平时你就要懂这个东西，当你了解了，你就把它带回家。而且这个 IMS 是一家人都可以用的，包括我的女儿哦。现在每一天睡觉前，我的女儿才5岁，她都会告诉你，爹地把 IMS 放在我的这个 dummy 这边，就是肚脐那边，她要 IMS，她要给她的细胞强壮起来。你看一个5岁的人，只要我们每天灌输给她健康的重要，她也会有这种健康的意识。你们也一样的，不要去埋怨一些，周末我跟她讲，她不要听的。他还没有了解到你在努力帮助他，因为我们是要他健康，我们就是跟他分享吧。他今天没有跟你了解，或者是和成交，或者是买这个 IMS 回去，没不重要，最重要给他知道你需要预防胜于治疗，你先要用，你先要去改善。所以 IMS 你买回去，你了解了你就买回去，你增加人受益的。不然的话，今天他因为你强烈的一直推销他买回去了，结果他就放在橱里面。哦，这我每次强调的，IMS 放在厨师不会有效果的，所以一定要让他了解，它可以让他细胞强壮起来，让他可以 maintain 或者是保持维持他的健康。哦，所以你可以看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每一个器官对它功能，包括我们的肠道啊、
我们的这个大肠啊，我们的肺呀、啊，尤其现在看到肺，大家都知道怎样去壮我的肺。所以如果你讲那个产品对肺有帮助的哦，很多人都去买吃的。其实只要你多做运动哦，肺活量足够，强化你的肺，哦，少一点。如果有抽烟的，一定要戒掉烟哈、哦。啊、哦，那么如果你是厨房很多的油烟很多，你一定要减少，就是环境尽量保持空气清新，多做运动，肺活量足够。然后尽量呢，让你的肺这些血液循环好，所以你的心气血循环一定要足够的，因为你的肺的细胞是需要你给它营养的。OK，就很像一棵树，如果你没有给它营养，没有给它水分，树会枯萎。你的肺的细胞也一样。所以今天谈到肺部这一部分，大家都知道，今天知道这个新冠病毒，它会攻击我们身体两个地方，一个是肺，一个是心。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在家我们叫做快乐缺氧，什么叫快乐缺氧呢？你不小心无端端的，哎，氧气没有了。所以今天你看，要避免你身体有这个问题，你一定要让你的血液循环足够。所以 IM 镭射呢，可以把你降低这个得到这个，当你或者是有一些有这个新冠或者有这个病的时候，它可以帮助的地方就是增加你的血氧力供氧。哦，那么当然的，还要不要能不能好回来，还是要看你的身体的免疫力、身体的细胞。哦，所以这一部分大家一定要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更多人了解 IM 镭射，把它带回去，因为你要预防新冠病毒，你一定要让你的身体强壮起来。哦，我相信这边大家听的人，可能大家都在马来西亚疫苗的注射已经很强了，大家都打了疫苗，所以疫苗有了，你就是要让你的身体的抗体足够。这个就要看你的细胞了，还是讲回去。所以你看，今天从第一分钟讲到后面，还是讲回去的。人体的细胞，它要的这部分，你给它足够。所以 IM 镭射的光子针灸医学，还有这一个磁疗呢，三合一呢，就会让你细胞发挥最好的效果，ATP 产生，你的五脏六腑的运作就会正常。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图，我相信大家都有。所以你照着这个图给大家知道的时候。它是精准、安全、快速、有效，它不需要你再用针，就是用针灸，你要拿针刺哦，这个不需要，它可以这个30分钟，或者是每天再做40分钟，早晚呢，它就可以让你身体的气血打通。所以这么好、这么简单的一个医疗器材，其实讲不到什么理由你不带回去，只有一个还没有讲到效果，或者是还没有足够的存钱。所以我告诉大家，健康是无价，所以价钱也不重要了。所以只要明白它的重点，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如果今天有新的朋友进来听，你一定要很认真听完哦。接下来再听一听，哎，整个运作，因为我们还有一些 video 啊，或者是你有告诉你们 IM 镭射的更完整的介绍，你就可以更清楚哦。原来我需要带回去给我的家人的，尤其是你最爱的家人啊，最亲的家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哦，我们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哈。从净化、吸收、修复、生成，然后协调，尤其是协调平衡。所以今天这个身体呢，它需要这一些来运作的。所以你今天很多人会讲，哎，我今天做了啊，这些东西我有运动啊，我有戴 IM 镭射啊，为什么还是没有改变，还是身体还没有好起来？其实可能就是你的身体已经退化到，或者是你的 DNA 已经受伤了。还是需要一些更长的时间改善过来，所以一定要给自己时间运作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就好像有一个内在医生哦，他在帮你在做这一个调理的。所以你要打造一个人体最强的内在医生，你一定要加强他的修复能力的话，你必须要做完这一些，气血循环要打通啊，你饮食代谢，就好像我每次强调的，加上大表哥有谈到。他讲，哎，我们要做排毒。其实这些你就要每天注意，你每天的排便啊，注意不啊，顺不顺畅啊，喝水够不够啊？讲喝水这部分呢、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其实身体里面很需要水分的哦。我们讲你人是水做，其实不是人类就是水做的，所以你每一个人的水分的吸收一定要足够。你有水分足够，你细胞你才可以运作、运换着正常，毒素才可以排出去的。那么你戴 IM 镭射的时候，你的效果才会更快，啊，更快的达到修复能力。从这边大家一定要把它记着。
没有一样东西是万能的。然后营养方面，像我们公司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有 Fortigo 啊、初乳这些吃进去，里面有一些就是增强抗体的。哎，你给他一些营养，身体又可以吸收了，然后提升那个意志力能力了。包括我们的这个 CVA 的哦，也是很丰富的这个营养，这个效果抗氧化剂，所以让你的细胞不容易受伤害，不容易受破坏，那么肯定的，你的健康就会加分了。所以这边给大家知道的东西没有绝对的，健康就好像一个加分题，加减乘除的。我们通常很难拿到加减乘除了，我们只能加一点点，减一点点。但是如果你每天有进步一点点呢，总好过你每天退步一些些。哦，这个很重要，每天进步0.01，你慢慢也会增加，对不对？或者是你乘哦，你要一定要有进步，所以你每天一定要去做，一定要改善你的饮食。那你还没有做好，改善它，你只要做对。告诉大家，去年就能脱胎换骨了。听到这去年的时候，大家讲啊，要这么久啊？告诉大家，去年不久了，很快就到去年了的。OK，所、so、以你的身体也要给它时间运作，它才可以达到效果的。OK，so，所以你看我们身体里面这边，你看我们就这边有很多书籍都告诉我们激光疗法对身体的帮助，所以我今天也不需要。来套书包，告诉大家啊！如果你觉得我哎，那你讲的这个激光疗法我还不了解，其实这些你只要去看、去了解、上网去知道，你就明白了。所以今天你买 Amnesia 回去呢，你带回去的过后，你要记得它就是帮助你身体找回活力、充沛健康细胞的这一个方法啊！所以你的免疫力啊，你的心肺功能啊。你的排泄功，你这八大系统去改善，包括80多种的疾病都会得以改善。就好像我们讲的，你会有糖尿病，会有血压高，就是去这个血，比如说胰脏退化了这些。所以我讲的，当你胰脏有出现问题了，你要让它好回来，看你的身体有没有办法真的是逆转修复。但是至少你用了艾美色，它阻止你再恶化，或者是尽量降低它恶化的速度。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要看你的身体运作了。我们没有办法打个包单，用了过后你所有的病就会不见掉，但是你越快用，效果反应效果产生的机会越高。这个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一点。所以你今天你明白了这原理，你把它带回家，你就对你的身体有大帮助了。OK，那么我们再讲到这里哦，大家还有什么？哦，还有没事，我就讲到这边，你大家都清楚嘛哈。有人有什么问题要提问的吗？好，因为刚才提到了，其实总结来说呢，就是 Amnesia 呢，它就是可以让你提升你的细胞能量，让你的免疫力足够，让你的身体呢减低这个疾病的风险。这个就是风险管理最重要的一部分，健康风险管理最重要的部分。好，大表哥，你有在吗？大概是我已经讲了大概35分钟哈，所以大家对这部分有提到问题的吗？哎，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因为我觉得我先谈到问一些问题，我后面还有一些可以帮大家总结啊。手不拉的话，就也可以让你的问题。哦，所以又就是刚才我讲的会太快吗？讲到那个速度，你们 catch up 到吗？其实很多人有些人会，就有没有人会觉得，哎，这样子我晒太阳就好了，为什么买 Amis 啊？对，不一样哦。你晒太阳，第一，你的一些紫外线这些也一起拿到哦，而且你要拿到光子，把它渗透进你的血液哦，它有很多重重的关卡，所以你是很难拿到这种光子去到你的血液的。所以 Amnesia 呢，它在你我们戴在手里，它在内关穴位里面，它就可以很直接的渗透进去，它可以达到去到全身。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像大表哥这样要放在鼻子哈、哦？就是这个原因，我尤其我们头部这部分非常重要。
你要预防中风或者预防这个老人痴呆呢，你放鼻子放在我们鼻子是非常重要的。尤其现在你要强化你的肺活量，这些你整个血液循环一定要每天要保持它的顺畅度。哎，很好，谢谢。那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问的吗？还是各位有失忆症的？没有，现在这边听的四十四位，有大家有如果第一次听的，或者是讲没有听过，是说有什么问题的，你们都可以提。如果你们对于，因为我要一定要有点互动，我才知道你们需要哪一部分，因为我要教的东西太多了。今天大家都知道我要免疫力好。其实你今天把艾美斯戴在手上。你血液循环好了，经络打通，免疫力就好了。其实很简单的事情。对，免疫力是我们最好人类啊，应该说这样说，人类最好的医生啊，也是最棒的医生。好，有人对举对。手了，我看一下，哎，Josephine，Hello Josephine，哎，我已 Hi，Caleb，经 unmute 你 Hi，Caleb，Hello，了，哎，Caleb，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哦，可以。如果用 IM laser，一个 unit 和两个 unit 有分别吗？OK，你是说你一个那个八是吗？不是，一个 unit 和两个 unit 一起用有分别吗？哦，它同的时使效用。果，对。OK，今天很简单的，今天需要看你的身体。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今天你的 IM 射的光子吸到身体里面，你可以用两个 unit 加倍。最重要的还是要在你的细胞，它能不能加倍做工？你明白我意思啊？如果你的细胞拿到光子，它没有办法加倍呢？其实你用1粒跟用2粒都一样的，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除非你家里有两个，你要同时用两个是没问题。但是你要说它效果有没有 double up，肯定的，一个你用两个 IMS 在不同的区位，你得到的光子会加倍。但是这一方面还是要看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细胞哪到它要运作，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用了过后反应特别多？你有发觉到吗？有些人用了过后反应很多，因为他细胞一直做很多工作的时候，他这个身体还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你会有点不适应。所以如果你已经适应的，你放2粒是没有问题。但是一些新的朋友，他刚刚用的时候，很多人很希望我立刻用两个加快那个速度，但是有时候。不大理想的，因为你身体它的那个改变，那个修复的速度哦，要看你的身体，它一定定力了的。你用两个，它还是用一部分的这个光子来帮你进步罢了。所以你第一个要注意的，你一定要放2粒是没有影响它，这看你的身体能不能承受2个一下去有没有很大的反应罢了，明白吗？好，谢谢你，Alan。Alan，另外一个问题我想问，为什么有一些人呢，他特别健康，他用的时候哦，他反而觉得很累。人是很 OK，健康，明白。但是他用的时候很累。OK，这个 OK 有问题吗？还有第二个问题吗？没没有有没有，啊没有，谢？OK，谢。这个我相信大家也是有同样的问题，只是没有问出来。就是说有些用了过后特别精神，有些用了过后特别累。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前面所提的这部分，每个人身体都不一样，对不对？那么他讲他很健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一个。都自己认为，哎，我之前是健康的，我没有生病的。但是有很多时候，你的细胞不一定认同你的想法，可能你是一个很忙碌、很意志力很强的人，你身体是觉得我没问题啊，我很精神啊，可能你身体需要休息，你不知道罢了。所以他用了 IMS 过后呢，他身体会给他诚实的一个答案。这个代表什么呢？他用了特别累，你就要让他好好休息吧。可能平时身体用的能量太多了。身体需要拿到修补了过后，他要休息了，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不建议有些人第一次用的时候就一边用一边驾车，有一些人用了特别累的，因为他代表他身体拿到了这个细胞，这个还要他要做修复的时候，他用了比较多的能量了。他还没有产生能量之前，他首先要用能量来产生能量，对不对？他就是身体缺乏了这部分，所以他特别累，了解我的意思吗？
Josephine，OK 吗？啊，关于刚才这个 Josephine 第一个问题哦，我这里就有两个特别的案例。一个呢，他是因为他很喜欢去打高尔夫球，然后呢，他就是那个膝盖哦，你知道打高尔夫球的人有时候也是会伤到他的膝盖的，所以呢，他就要做这个 target treatment。好，要做 target treatment， 然后你如果只有一台 M laser 的话，你要做两个膝盖就要30分钟。那 target treatment 有时候我们会跟他讲40分钟，40+4080分钟。他说哇，这样的话我多买一粒哦，就省了40分钟了，对不对？啊，这是肯定对，可以立刻马上可以看到的。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是有肾脏的问题的。他说我照一边又要照一边，又是浪费时间，也是同样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你有两个肾，你就照两个就省时间。但是两个，其实这两个朋友呢，他们用了那个效果也特别好，好，效果特别好，也省了很多时间。好，好，我们这里有两个问题。Okay, 我可能刚才要补充一下，可能刚才他问的时候，我以为他要戴左右手 ，OK。那么你 target treatment 呢，肯定是可以放的，因为我们是 target treatment， 你要放3粒5粒在不同的区域呢是没问题。如果你手上有这个要省时间，而且你有很多地方有这个伤这个患，你是可以放的。我的意思说，如果你是戴我们的 standard treatment 戴在手的，如果你又戴两个手，我觉得那个看你要省时间，或者是你要增加那个 target treatment 是没问题的。好，嗯。好，我们这里 Kenneth 和 Man 然后两个朋友都有这个问题。 Kenneth 问说，请问用 M laser 的时候为什么会特别口渴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就问这个问题，有没有人会打我，有听客人注意，我刚才那个 topic 里面听到了，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我们要产生能量，它有光子给它，对不对？你要产生能量要什么？营养、氧气跟水分。你用了特别口渴呢，你就要去思考你这整天下来喝水够不够。那么有些人讲我喝很多水，我用来灌的，那么你要看一看你灌水的方法也不对了。就好像你灌水，水来得快去也快，喝水的方法要重新学习啊。那么还有，如果你讲我也喝水足够了，但是还是口渴，没有关系，就喝多做完安眠喝一杯水吧。好，谢谢。这时候 Man 有一个问题，请问中风超过一年， okay. 大约用 M laser 多久会看到效果？请问中风一年多，你去看医生多久会看到效果？我反过来问了啊。好， okay. 这个问题我明白了，这个是我们有这个我了解的。其实甚至很多中风的人问你，用了 M laser 会好吗？ OK， 我只能告诉大家，当你中风过后，所有方法都可以让你有机会改变，可以有机会好的，你就试试吧。OK， 我只能这样子说，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说，有些人用了一个礼拜他就改善了，或者说面瘫的改善，有些人用了一年面瘫还在。你问我为什么，我只能说你的身体的运作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M laser， 每个人买的 M laser 都一样的，为什么身体会不同的反应？所以我谈的，如果今天你去谈病，病症是因为你身体的细胞已经出现一种状况，你要立刻改善它，你要有耐心。但是我们如果有完全的去 focus 它，哎，我一定要这个东西好了我才用，其实你就错过了它最大的功效，就是让你的细胞强壮，让你血液循环好的一个功效。所以中风肯定是血液循环不好，出现血管的问题了，当然肯定可以用的，用多久才有效果就要看他身体的，当然的 越快中风不要太久，刚中风人用效果修复的机会 越大，你越久了修复的，因为一年过后，如果告诉大家很简单，如果你完全没有用，如果你身体免疫力他自己都有修复能力哦，有些人中风一个礼拜过后就好了的，完全没有用任何的疗法都会好的，有这种的经历的。但是有一些人轻微中风两三年都不会好，就是他的身体的修复能力做不到了。所以你今天还是看回去，今天我没有办法去
scan 每一个人的身体，到底他可以用多久来改善他，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东西，医生也没有办法做这个 judgment。所以你看，医生所有的都是风险管理，你开刀各盲肠也有 5% 会死亡，各盲肠是一个非常小风险的一个手术，但是我们都有听过各盲肠而丢命的人。所以一样的，医学身体是一个很奥妙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换用靶尺去量我用多久会有效果，我只能告诉大家我们用了它，它每个人都在用的，而且它的 theory 说服了我它的效果，然后我们做活血的时候在我们面前印证了它的确会改善我们的血液的状况，那么我们就用它，对对中风的人非常有效，尽快用。所以我很坦白说的，有时候啊，我有时候我们要这样的用的时候，他不了解，可能他就会害怕。我有看过太多的例子了，有一些人一中风的轻微中风，两个星期后就再中风第二次了。那么如果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思考，如果今天我们卖的时候，我们叫他用 MS 的时候，给他一个担保的时候，当他身体真的是没有办法修复，他会第二次中风呢？我们怎么来去面对它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promise， 你用多久也好，只是告诉他你这个 MS 呢对你有机会，而且他不是动用你很多的财产，坦白说的，他便宜过一个电话。现在 iPhone 13大家都知道要用多少钱来买，我很坦白想的，今天很多年轻人可以刷卡买一个 iPhone， 为什么没办法刷卡买一个 MS 给父母呢？因为他觉得这个 MS 还不够重要，所以今天大家知道它重要过后，你根本没有一个理由去拒绝它。现在你看到这个中风的一年了过后，你就会看他家里的人其实应该更加需要用 MS， 因为有一个例子给他知道中风会影响很多的。我们这边讨论，我们不是说中风了应该怎么样，但是至少还没有中风的人应该要有一种意识，知道其实我一定要预防胜于治疗，这个就是我一直要强调的。好，大家要做到真的，因为我在讲自然疗法的时候，甚至我们在做排毒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我，是不是我用了过后我就不会有生病？我说没有可能的，我们只能让你的身体避免有生病的罢了，或者是避免。我们说用了过后吃了你的产品会不会不死？我说没有可能不死的，我们也是人，可能我今天用了，我看哎，明天就不见，因为人生无常嘛。现在 COVID 这个疫情告诉我们，真的是你没有办法说我是最强的，没有，对不对？这个病毒它是可能80%都会治愈好回来，但是就有20%人就会往生。你到底是要在哪个 category？ 你只能做评险啊、风险的评估。我希望我保证你搞好在80%那边。明白啊，好，希望大家啊，因为我的确呢，这个 COVID， 我甚至我家乡那边有一个，他已经进 ICU 了，很多人都讲没有机会好的，结果他也好了出来。有一些人在病床，在还没有进医院就死亡了。所以你问我这个病在他身体，为什么有些这么快就没有了，有些这么快又好回来呢？所以这个就是细胞的奥妙，每一个人都有很 magic 的免疫系统，每一个人都有很重要的这个医生。OK。所以你刚才那个朋友叫他尽快用吧、okay. 叫他尽快用，如果有中风了、甚至告诉他的家人也要用了，因为他很坦白说的，很多的疾病跟家庭的饮食习惯都有关系。我们把它说是遗传，我不如说是饮食习惯的影响啦。 OK， 你说中风都要看他是属于哪一方面的中风哦，但是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 ，IM laser 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在大概是2个月还是3个月前的时间，我们这里有一个朋友哦，他应该是50岁吧，哦，这个朋友呢，他很孝顺啊，他买了一台 IM laser 给他妈妈给他爸爸用。但是呢他却自己不舍得用，所以我就跟他说了，哎 ,friend, 50岁了啊，拿来保养保养一下也好啊。但是他说我每天都有去爬山啊，都有去跑步啊，我是很健康的。
好，有时候话不要讲得太快了啊、哦。健康有时候不是看你有跑步有运动的，但是呢，他在应该是3个月前哦，他就中风非常严重，哦，然后这里也顺便介绍一下啦，这间医院，有时候朋友中风的时候，他老婆很快啊，3更半夜2点哦，就把他从北海载去这个槟城这个邦代 Hospital 两个医生都非常棒，立刻马上开刀。开刀过后好像是 ICU 3天就出来哦，从 ICU 出来。但是你知道了啊，这个是一个大手术，因为脑溢血嘛，哦，所以呢，就第二天 OK，过了一天呢，哎，那个脑又在肿胀，又再进去 ICU，哦，然后他的老婆也是很相信 IM 镭射，因为她看到她丈夫的妈妈叫什么，她本来是中风的。轻微中岳风母的，岳不母是是老公，家婆，家婆，家婆用了很好，所以就去跟家婆拿给她的老公用，然后每天都给她老公穿，她是一般不能动哦，右手边是不能动了的，然后用了第二个星期哦，她老公可以下床走路哦，然后她就是要好就对了啦。所以她跌倒哦，她就 text 我，她说老公跌倒，我说怎么会跌倒？她说她起来走路跌倒，我说这么急，她说她可以走了，我说这么快，因为 COVID 嘛，我们也不方便去探访她嘛。然后 COVID 哦，其实啊一好哦，那个医院呢就给她回家了的。然后告诉你，第三个星期，大概第四个的星期的时候啊，她走路不跌倒了，所以。用的时间快，用的多，然后用的方法对，好、哦，当然他就时常咨询我咯，要怎么用啦、啊，要不要穿这里穿那里呀、啊？其实很奥妙的，有很多方法用，你不只是单单穿而已，不是单单穿，搭个 treatment 也很重要的。所以说，曼，你的朋友啊，中风超过1年，我们要知道他是轻微中风，还是他是比较严重的那个大血管爆啊，然后有没有开刀啊？哦，所以。好的机会是很高很高的。我告诉你，我在 KL 哦，有一个顾客不能开刀的，脑中风不能开刀，你听过吗？因为他是在大脑哦里面的哦，你要把他的脑拿出来，把那血吸掉吗？是不可能的，医生是不能开刀的。所以在没有办法之下哦，那个什么针灸也做了，physio 也做，一大堆全部都做了哦，都花了很多钱。那到最后最便宜的就是 IM 镭射。然后，他给我看他的 X-ray 的照片，我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6个月里面呢、哦，可能呢，那个反应也没有这样快。第一，那个脑溢血，你看到你都怕，一大块哦，说这个只能靠你的意志力，然后一定要靠 IM 镭射。我说，因为 IM 镭射你用了哦，一定要擦鼻子啊，所以它能够让那个凝血慢慢松开哦。那结果我这个3月吧，我们还没有lockdown 的时候，我就有机会遇到她哦。她是一个女生，才35岁，很年轻哎啊、哦。她可以走路，哦，但是不是说100%好。她可以穿鞋子，棒吗？她可以蹲下来哦，穿鞋子哦，穿拖鞋哦，意思是说她已经好的啊，七七八八了吧？我可以这样讲，哦，可能。再一次我才开，再下去 KL 见他的时候啊，就90、10啊，所以 IM 镭射你要勤劳用啊，然后你要用对对。地方哦，然后你用的时候，很多人哦用产品很奇怪的哦，他一边用啊一边想不能的，一边用他一边想不能的，我告诉你不要用，这种顾客真的有时候我有 follow up 那我很气，我会跟他讲，那你不要用好了啦。你在这一边用，你的心里每一次在想不能好，你知道吗？你的对，人啊，你的脑、你的思维、你的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你这边想不能哦，不能哦，很简单嘛。今天我问你哦，可以不可以？我给你一个 project 做啊，给你一个项目做，你说不可以啊？不可以，我不就不找你，我就找另外一个人，找一个说可以的嘛。即使你有多厉害，我不想找你。因为你讲不能嘛，不用做了咯。答案是 no，答案是不可能。
我找一个说可以的，他会想方法嘛，他想方法就可以做得到。所以你的脑那边告诉一边用告诉你的身体，告诉你的细胞，你要知道我们身体这个内分泌系统，我们的荷尔蒙啊，就是我们身体啊这些 signaling 啊，哦，那 trick oxide 最厉害的地方就在那边嘛。所以你一讲不能的话，全部的东西不用做了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要好那个时间。用的也比较长，就太浪费了。好，啊 ，OK， 好，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很重要了。鼓励你，所以你看现在，对，鼓励他用。而且你虽然好像大表哥说的哈，真的是很，这个是我们每次讲的心身心灵细胞能量嘛。你要细胞能量要足够，情绪也会影响能量的哦。就像磁场也会因为你的情绪影响。这些肯定的，所以如果今天就好像刚才有提到一个部分的，你会爬山，你会跑步，你会打羽球，不代表你健康的。OK， 你有看到很多新闻，这个素食哦，就是爬山一半你不见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认为身体没事，但是有一些毛病，他其实都有给你symptom的，说你有时手脚麻痹啊，或是有时候感觉到细胞退化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细胞会老化嘛，所以你今天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永远都知道要怎样让你细胞强壮起来，给它足够的能量，这些东西不能少的。好，所以你他一些中风也好啦，有三高问题的人，代表你身体的细胞能量已经下降了，要这个时候要给它充电，要给它这个安慰剂了。所以你有时候你从这个角度分享，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所以那个定点一定要给他们了解得到，哎，我这个是需要的，效果肯定是有，是多久，反应多快，要看你的身体的。像那大表哥说的，你用了没有信心用，你就不要浪费吧，就给别人用吧。啊，那我就是这样子，一定要有信心，然后结合饮食习惯，饮食你一定要给你的细胞好的环境，好的营养。所以为什么公司会结合这么棒的一些营养产品给你大家、啊、为什么会给大家吃粗乳啊 Fortico 这些、提高免疫力的、提高抗体的，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 CVA 为什么会给这么多这些抗氧化膏又这么好的产品呢？就是要让你的身体拿到修复修补更强更快达到效果。所以你不要看小，哎，我只是用这一个，所以同一时间你给他用 M 镭射，再配合饮食营养的调理，再加上我们的整个身心灵的调整，效果更快的。Okay, 好好的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吗？哎，谢谢 Josephine。 Josephine 讲了什么？ OK， 明白讲了顾客啊。刚才这样的正常。刚才在跟那个朋友谈话的时候也才知道、啊、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刚刚中风、哦、他也是每天踏脚车、哦、是啊是啊，所以因为很多人把运动跟健康化为等线。我告诉大家很简单的，如果你一个人做完，我甚至有看过一些没有喝酒没有抽烟运动很好没有压力，但是有癌症，包括你的基因啊，他有癌症，他问我为什么我没有动这些东西还是会有癌症。我说我达不到你，因为我不是造，我也不是造人类的，我也不知道人类学是讲人怎么来，所以、so, 我帮不到你，我只能说现在一切就是、你可能是基因吧，或者你的因缘，你的缘分吧，啊，你的很多因素造成。所以我讲的我们都知道，但是很多时候还没有做到，因为我们都认为还不重要了，还没有到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就像讲那位五十，他这个买给爸爸用爸妈用，他忘记自己五十岁，他也是属于他自己要就是要用要安慰是要保养的年纪的，有些人会忘记了自己的。所以我这边告诉大家，要多你要爱你的家人，你要先爱自己，你要你家人得到健康，你先要真你要健身体要健康哦。你如果你是一家庭主妇，或者是你是一家之主，
你的观念会影响你的家庭，这个非常重要。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一些好好的分享。的确啦，有很多人不相信，你就没问题带他来我们这个 meeting。有时候你不会去说自己去讲完，你把他们带进来这个我们的会议，他有问题，他不相信，你叫他去问，甚至叫他去问一些他不了解的问题在哪里。啊，我们来帮一些他们需要帮忙的人，而我们多人需要我们帮他改变他们的健康的，所以继续努力，呵呵，继续分享。中风不分年龄啊 ，OK， 不分年龄啊。好，请问各位，你看到中风最年轻的几岁？可以给我答案吗？大概那个 chat 那边。啊，猜中有奖。啊，有些听过我说的就不要不要骗啊。啊，请问你看过听过最年轻中风的几岁？要答案啊。不敢答，怕我戏弄你。我跟你讲，我本身看过啊，最年轻的。哎，很好，谢谢 Stephanie， 28也太老了，28太老了。我见过一个19岁的时候，我以为哇，19岁中风很年轻啊。我见过一个9岁小女孩，9岁应该还读小学吧。如果不是我亲身，我不是亲身亲眼见过，我不相信。真的，我不相信9岁怎么会中风。好，所以也别信，也是要谢谢他的母亲了，立刻马上买给他的女儿用。有时候年龄也有差吧，我觉得哦，年轻的用他会复原的很快。那如果小朋友打 game 的要注意哦，因为最近有一个20岁打 game 打到中风哦。嗯，年轻吗？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啊，血液循环不通不代表年龄的，没有分年龄。你只要有一天你的血管不通了，你的毛病就来了。所以你今天 IM 镭射在家，你全家人都可以用来帮你确保你血液的打通，四通八达。那么你也不要问我，它是100%格伦地吗？有时候我们的 highway 都有时会有塞车啊，没有办法四通八达，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罢了。我们就是风险投资，把健康的风险降，就是疾病的风险降低下来。啊，提升你的身体的，尽可能可以帮助的就拿来用吧。已经有这么好的方法，简单的方式了，何况如果你要你改变生活哈，每一天要去运动啊，做这个做那个，你可能很麻烦的，没有做第一步。IM 镭射是最容易让你进入第一步的，买回去早上穿，晚上穿就可以了，一天穿两次就可以有达到这个效果，已经是非常简单、方便、快捷的。而且这个时候啊 ，COVID-19 这个病毒这么猖狂的时候啊 ，IM 镭射啊，整家人用真的是非常的棒哦。之前我也给了很多的案例哦，全家五个人都中，所以全家都在用 IM 镭射，然后他也只是用 IM 镭射，然后有一些我们的产品，就全部就这样好了。OK， 好，请问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OK 了。好的，如果没有，我们最后来最后一个问题。嗯。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晚安，谢谢各位，谢谢 Alan 老师。谢谢公司的安排啊，谢谢。今天的日子很美啊 ，night to night， 9月29啊。night to night 啊，双十节要到了，要去火拼了。已经生活模式被打乱了。
OK， 好的。OK， 好，好吧，这样子哎，今全部天的啊就谢分享，谢，谢谢谢谢分我们大享。表哥，好了，好，谢谢你，OK，你也很大家大很晚好的安，sharing，你的一些顾客的一些sharing 非常棒啊，可以帮到很多人，对，是希望能帮到更多的人。好，大家用完 I'm Laser 再 OK。睡觉吧。OK， 各位，好，谢谢你的时间，晚安，各位晚安，拜拜。晚安，晚安，谢谢大家的时间，谢谢。那大家好像不想出去这样哦。